你好朋友，谢谢您点开我的文章。如果觉得文章有价值、有趣味，还希望您多多帮我分享，多多的收藏。祝您阅读愉快。城乡涛一出生眼睛就看不见，他已经25岁了，而这个4米深的山洞就是他的全部。因为他出生就患有精神病，所以父亲无奈只好把他锁在了这个山洞里。因为患有精神病，他无法自理，父亲也就没有给他穿过衣服。这个山洞就是他活动的所有范围，父亲每天都会来给他送饭，听到声音他就会从山洞里面爬出来迎接父亲，这个唯一和他接触的人。